现在你有一个隐藏任务，以任何方式逗笑所有练习生，顺利完成任务，单独获得3张五金。太简单了。然后一定要被，我们的机器拍到才算数。什么东西啊？我日妈！不会我是 boss 吧？就是你今天有一个单独的任务，瞒过所有的练习生，在练习生的衣服上贴纸。那要是我贴其他练习生看到怎么办？所以你就是要瞒过所有的练习生，懂了吧？啊，我老师，你不会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这个任务吧？不一样，每个人的任务都不一样。啊，这是你的贴纸。啊，那还挺小的。这个任务是从开机到结束都可以完成，然后呢要在镜头面前完成，就是我们的镜头得拍到，如果没有拍到的话就不作数。老师，这里有一个这么小的可以贴吗？可以。哇，这个都可以，只要你贴上去了，然后呢你完成之后，这个任务会得到3张5金。如果被发现了，那你这个任务就不能算完成了呀。然后就没有五金了。牌，来打个牌，枪队，快了！听我说，我们现在呢要宣布隐藏任务。好啊，什么宣布？再宣布一个。这个隐藏任务是针对张贵人的。这个你们可能会听到，大家要小声一点。他没在。那隐藏任务，笑死了。张桂圆的隐藏任务是瞒过所有人，在大家的衣服上贴贴纸。哎，是哪个？哎，贾瑞是那个，就是那个小花花吗？哦，怎么可能是？大家一会儿看见张桂圆，一定要不露声色，然后再给你们贴贴纸的时候。自然的配合他完成任务，同时给他的衣服上贴上贴纸。那不会有吗？即算任务，用我的噻，用我的。大家注意，一定要在摄像机的拍摄下才算数。完成任务的练习生，在最终结算当中会获得3张。对，哇。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F 家族练习生。好久没见到你了。小智说：“小智，快说，快说。”生气啦！会重新啦！严博，会重新啦！太好了，太棒了！对，严博是最开心的一个。我现在感觉到了一股妖风。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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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其实我一般 city walk 可能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就是在厕所，我颐和园，我厕所。哎，老师说正事吧，来吧，正事。正事是什么？我已经蠢蠢欲动了呀，快说正事。开始吧。大家也看到了，你们面前呢有十杯饮品。哇，我才发现呢。啊？才发现？哎，我没有看到哎，那么显眼的，我居然没有看到。啊，刚刚不是还没有吗？大家选定了自己要喝的饮品之后，就不可以换了。明白吗？手碰到杯子以后就不能换了。好的，看我拿脚扣。没说，没说开始吗？扣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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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扣，五个六个全部扣。我没碰到，我只是第一个站起来的。小智，欺负人家小孩。听我口令啊，来，三。哎，抢了！什么意思啊，一个个？什么意思啊，一个个？剩最后一杯水。哈哈。拿豆奶呀！妈呀！没事，我喝这个吧。他们这个没有加任何东西吗？哇，好喝！好喝吗？好喝吗？我是玉米，好喝吗？你那是玉米。哎，等一下，这个是后面桌子上，真假的？你看嘛，后面可以喝了吗？好喝的。老师，喝的时候没有味儿。啊，他，哈哈，快把你的饮料喝完。不会有隐藏任务吧？这贴的是什么？是不是有东西？分组的，啊、我就知道。啊！蓝色。你说没事啊？蓝色，白色，白色，蓝色。这不蓝的吗？哦，它白的。哎哎，还有白色。他们俩一组的。对。我绿色。再见呢。你看一下你的。我是粉色。哦。我是这个颜色。我蓝色。你是蓝色的。我是橙色。你跟小智。你跟小智。哎，你是蓝的，我怎么会是蓝的呢？这不是白色吗？不是，哎，我看，绿的，我们俩是绿的，哎，你俩一组的。问一下大家，吃得惯折耳根吗？吃不惯，吃不惯。我太喜欢吃折耳根了，老师，你多给我来点。哦，吃得惯是不是就不给我们了？吃得惯，吃得惯，吃得惯。尝一尝吧。一杯都是我的呀，谢谢你。叫这个一看很恶心。好吃吗？有股说不出来的味道，恶心，很腥的那种味道。一股北京豆浆的味道。先一组上来一个人领取你的包包，里面有钻石。那这也算钻石吧？七八九十，现在都多少钱？十三、十四、十五。对不起，我的占有欲发作了。其实你的钻石是我的。不买，我相信我们俩买了也看不懂。如果你买了，就只能你自己看，就只能你们同组的人一起看。我看反正能看老汉。十颗钻石获得豪华特权，不要。但是名次怎么算呢？看谁给的钱给的迅速，给谁给的快，然后就直接那个，给不给？不买不买不买，给不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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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什么？万一呢？有失才有得，你好聪明，虽然我听不懂。好了，第一组，我们上前两步。游戏王带一个游戏 bug，
来，三二一，计时开始。你钻过去不就行了吗？哎，这不就好了吗？对呀、啊，这。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不对呀、啊，傻子，傻子不行，又回来了，傻子。你把你手也拿过。好、哦，我知道了。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等一下，等一下，你转过来。你不要不动。我怎么不太聪明了？什么职业？你觉得？你跨过去。怎么跨过去？跨过去，跨，你这只脚跨过去。嗯？跨，整个人跨过去。啊、这跟那个有什么区别？哎。啊！又回来了。嗯，你们俩一直扯巴巴扯，磨不断的。你们俩摩擦，你们俩拉着最远距离摩擦。哎，他们再来，你把手撑开。把扯断不就完了吗？把手撑开。我要，哇，芭蕾王子。把它咬断吗？还有十秒，能把它咬断吗？我要买特权，能不能让我买特权？哎，不开了吧？我是买特权，算我们开了。开了。我手开了。都犯规啊！时间到。哎，这个是他自己掉的，这个绑的不够紧。对。这个绳子不能离开这个手。好的，来第二组准备吧。你看懂吗？没看懂啊！完了。相信我买，你信我，我带你今天。我不信你，你信我，你就信我这把。我真不信你，你就信我。我跟你讲，这种东西，虽然我们俩智力不太行，相信我买，你信我，你就信我这把。你信我，你就信我，你信我，买它，信我，买，魔性，信我。来，三二一，开始。这个。跨过来，我又跨过来，不算了吧，不你跨过来，你再试一下，相信。我狗腿，怎么卡住了呀？不对，我又回去了。我感觉一玩这个游戏都僵直了。我也觉得，我想想，我想想，我在掏你。对，蹲下，不对，蹲，不要说要被他们通关了。哎，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还有20秒，别犹豫了，自己爱怎么玩怎么玩，你们跳一段都行。对，随便解吧，随便解。跳一段危险派对。我，你跨，然后我跨。好了，一模一样。哈哈哈哈哈！哎呀，这么点时间，哎呀，我跨进了。对，因为有个人的手在那里面，所以你老师能咬开吗？然后转个圈。聪明的，没关系的，很聪明的。来，准备计时开始。钻，来，钻呢？为什么都是先钻？这个肯定得都是先钻。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有人不钻也没办法呀。这是我想小心。这什么意思？快唱魔法师歌。绑得更紧了。我的包掉装备了。哎，这为什么呀？会不会根本解不开啊？这剧吧，节目组忽悠我们呢。这是遇到情况，真的就是。你掏，那也不行。哎呀，别动，小子的牛，你把你的手，这条爱的华尔兹，不是，哎呀，我无语了。还有十秒，六。什么、啊？绑紧了，绑死了，直接转个圈。老师，我们现在买胶绳，谢谢。哎，老师，我们选择直接通关。信我，有失才有得。会赚钱的男人会，哦，不是，呸，会花钱的男人会赚钱。好，开始。等会儿。
我哎，等一下，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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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哎呀，哎呀，等一下，魔女，好了，圈圈圈，等一下，又夸到女人了，这怎么弄啊？我张眼你夸了就真的了。哎哎，你能跨过来吗？你能跨过来？你跨过来。得打他的，随便一顿乱跨的跨过去。我哎。为什么？为什么呀？我的。王六爷，你有毒！跨过去，跨过去。我打你的。我的小鹅。等一下。你们是干嘛？要不你后空翻，你翻过来。你们在跳二人转。你们在跳舞吗？等一下，你们有还有十五秒了，打死了吗？知道什么？哎，等等等。跳舞吗？什么鬼啊？偷过来。我偷过来。哇！华丽。哇！哎。没有，到了，该我们了。好的，不要在这里悄悄的尝试啊！你不尝试，乱转，等会儿就，我看到血了。我跟你说，锯断了，你不锯断还好，锯断了罚款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对，好的，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先过来。聪明的小朋友已经开始了。好吧。这是干嘛呀？你把你这我这根绳子踏过去，对，哎，一样的，没有，你越拽还越多，拽回去，拽回去，等一下，没事，乱弹，等一下，冷静，冷静一点，说不定你们在玩的途中就搞出来了呢。啊，怎么越来越多了呀？哈哈，两个结了，都快打成死结了。等一下哈，不是你让我过去。我姐呀，我的天！你让我过去啥？老弟，你想让我过去？两个老弟在干嘛？没事，我们再给他还原一下就行了。对对对。再讲，转过来。我还是之前。还是一样的，等一下，哎呦我的天呀！不是说不能用手吗？不能用手解开，但能把手解开，能用手去摸那个绳子。哎呦！哦，人体魔术，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吗？来吧。有头绪了吗？没有，我已经准备给钱了。老师给十块钱吧，十克钻有奖励吗？起拍价十颗钻，起拍价是这样的啊，因为要比出一个顺序，我们看谁给钱给的快。你们可以先给两块钱来先看一下视频，万一就行了呢？你推销吗？给钻，贼钻，我们先给了两个，那我们先给了。你们买吧，你们花不花钱？买，会花钱的男人最美丽。败家的男人，我好像知道了，你就要想他是怎么，如果我们两个的绳子是分开的，然后我们两个是怎么绕上去，绕成这个，我怎么知道怎么绕？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这样是分开的话，这样子怎么解？不是，我们当这样两个这样的绳子，这个质感一样吗？感觉不一样。让我看一下，那我知道哪里不一样。是，那我们是这么少，好像有点不一样哈，好像是有点不一样哈，我没发现哪点不一样。拿出来，让我找一下，看一下，秃了，真的没有。怎么摸都没有，拿出来，我听到声音了。看，看吧，真的没。哎，咋了？咋我通不剪了？我找一下针。来吧，
要看视频的一组一组的上来交钱啊。去了，别去了，别去了。哎，我们先到了，我们先到了。我们先收到包。哎，别把包放那儿啊。头刀扣钻石。看不到老师尿酱。谁站起来谁罚两颗啊。我们侧着看。那我们蹲下就可以了呀。就哎不行。你看懂了吗？从这边穿过去。好，这里穿过去。穿过去之后呢，再用这个手左手穿到这个绳子里面穿进去。穿进去之后好，再把这个绳子从这里穿过来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哎，这里面看不到。我知道了。你知道了 ，OK， 你知道就好。先把这个拉过来，然后可以试一下。可以往下刷一下吗？告诉你们怎么弄。好，先这样，再那样，知道吧？别讲话，谢谢。谢谢猴子，好的，呼呼。就你先这样，然后这样，然后这样。谢谢猴子，呼呼呼。对对对，真的挺厉害，真的很痛。你看懂了吗？我看懂了。如果韩国人看懂了，我肯定就看懂了。他太沉默了，他在要说，我来算一卦。我想一想。哎，杨博文，怎么弄的？教一下。不要教了，不要教了，不要被他魅惑了，不要被他魅惑了，不要被他魅惑了。我魅惑他什么？咱们转过来。要不你说这里面好好谈。等一下我都快忘了。你说这里面好好谈。等一下我忘了。坐下，我们好好谈。咱们转过来。我们学懂了，这个视频教得很好。那哦好，那我们哦，那我肯定听得懂了。这个视频教得很好，一看就懂。还有要看视频的吗？买，快买呀！给钱啊！买，把钱给我，我要买。把钱给我，我要买。可以。小学生们，你们就不能让一个人买了够？他们怎么干的？你们就行了呀？你们在干什么呀？教一下。输在起跑线。那你教。买，我要买。去给呀！走，一起看视频。傻子，我那个视频根本看不清楚。老师，我要买。啊，真的吗？他说根本看不清楚。这个往前面拉，然后这个往那边。就解开啦。催眠，你再多看一秒钟，你也看不懂。我们来。哎呦，哎呦，看给你牛的。还有要看的吗？没有。买很清楚，我都学会了，就哇这么一抓就会了。好的，谢谢。谢谢你的提醒。有有有有，吓一吓你。你好傻，吓吓你。不能这样。好的，来，准备，三、二、一，计时开始。啊不，好。你过来，你过来。笑死我。等一下。What are you doing？ 我从。我从这里过来。啊，没有那种方法。哎，什么来着？哎，不对，你看视频白看了。没事，我来。等一下啊。然后，哎，不对，是好像要穿一个。别动，别动。哇，智慧的眼神。我就说谁买视频谁吃亏吧。对啊。你们看的视频有什么用？3秒钟，2、1。你是明智商税吗？我的，我们是明智的，赢在起跑线。明智，赢在起跑线，我们。没买。来，给大家10秒钟思考。那，你先转回来。一下。怎么了？那我真的无语了，家人。两只手，张国远，我跟你说，我原来就是水手，智商税。怎么了？哇，那个教程太夸张了吧！我真的，
会无语。啊，那个钻进的。来，三二一，计时开始。我那么的。两个又回来了，不是，女教授有幽默，你知道吗？那教授不应该就是那样子搞的吗？我觉得，因为的话，他本来就是拿个钻，拿个钻，这种百度上搜的无良视频，百度上搜的无良视频，我一时间还一分钟。我那老聪明，你还看懂了，我都一个没看懂。你看这，你看这个，我跟你说。哇，我心凉。我们俩又回又回来了，我真知道。这花的钱跟没花有啥？花了跟没花似的。啊，看懂了一点点。别动哦。好了，你们懂。着了。他嗯。等一下。等一下。然后这个不是。对。然后再给他拉个死结。那，怎么弄？哎呀，我真无语了。直接好十个，别要十个了。吸引我，我们俩设定了路。如果我赢了就花，赢了就不花，让天来决定到底花不花。不花，好，不花。花了，花了。真假的？花了。但天不让我们花，他花。코코볼 한 개인가 코코볼 두 개인가 코코볼 세 개인가 네 개인가 다섯 개인가 고고기 동글 기운이 여섯 개인가 일곱 개인가 여덟 개인가 어쨌든 코코볼 코코볼 동글동글 재미있는 코코볼 내가 더 좋아해 사랑해 젠다 不要 민수 我们给 五颗 小智 No你了别啊，那我们先帮你喝一杯先降暑，就二根水，第一楼很重要，起跑线。行啊，哎，江依然，要不我不给了吧？不给了，拜拜。不给了，深思熟虑。我们给了，我们也是第三名，如果他们解出来，那到底给不给？不给了，不给，不给，老师不给了。好，我们先去学吗？你们先来学，来。你别夸着，你夸着我不好抢。哎呀，放心，我不花钱了，我把钱就放着，不花了，真不花了。你别夸，你把拿下来呗。不花了，不花了，真不花了。哎，告诉你们，我还要贴专柜，有贴纸。来，第二组。等一下，挡住你，慢慢的来，用你强大的身体挡住。哎，等一下。就是这样，拿过去弯过来，从里面穿过去，然后你再带上来，对吧？所以我给你穿，我给你穿，我给你穿，行吧行吧。啊，完了。或者你看着就是，我给你穿过去，你再给我穿。屌了，这小孩真懂。你呀、啊，他们，我真懂。管他呢，他们花七颗钻，我们干脆就几十颗钻，我们不变。只能加不能减，我们也不好现在有。你们也没花吗？我们也没花，一个都没花。对，我们利用系统 bug， 我们就不花，完全不花钱。对，到时候你们快花呀，来，然后到时候让他们给我们讲价。他回来，开始！我们是第一组，慌什么呀？车间摸，我们第一组。车间摸，我们第一组，我们先给的钻石啊。跟别人小孩子争。这样，我们两组同时来，各就各位。开始，别动，还别动，好，拉呀，赶紧穿了。
哦，是掉了，哎呀，掉了，重新来吧，它掉了。不是这样的，还是买了跟没买一样，还是过不了。对，我又掉，还是掉的。来，掉了，哎呀，忘了这个，这个怎么带啊？啊，带上可以。你们俩这课白补了呀，这课。哎呀，白一分没花。我们一分没花。还有，哎，我要看看。来来来来，我还有3秒，别动，别动，不要动，我来一下，我来一下。啊哈，完了，还多少秒？这个才是标题此刻的赢的希望。对，干脆笨的话就摆烂就好了。他在暗示我，摆烂才是最重要的。要穿你这个，这不是越来越紧吗？是，一个名师的学生。又是。啊！哎，发出了尖锐的报名声。完蛋了！老师他们看了也没用，哈哈。节目组没想到我们居然那么笨。本身呢，是我们是没有真人示范这一个环节的，家政啥我们也过不了。但是发现呢，就是大家确实是难以理解这么深奥的。这其实也不深奥，就是脑子不好使。老师，现在问题的真正已经出来了，真正问题就是不是这个太难了，是我们太笨了。目前我们有没有要用钻石来解锁我们的通关机会的？通关机会，直接通关。机会怎么样？不是花钱多的，八个，你们出几个？出几个？十颗，十一颗，还有没有？十二颗，十二颗一次，不出了，你们两个，不出了，不敢了，王姐你们出，你说啥呀？我们勤俭持家的男人，出要不我们出一个，你喊十三，我要是你们出，我们马上就出。杨博，你们出，我们马上出。因为人家是小孩吗？这么好骗？你快出啊，杨博文！14，杨博文，你快出！你出13，我出14，你出15，我出16，真的，不可能，绝对是。多少？12颗了，没事。3、2、1，不，出啊！你按你自己的直觉，当然有人要出，按你自己的直觉，不要听小芝的，你的直觉最不出，不出，不出啊！不出，他要骗你们，他要骗你们，不出。你想不想要啊？你快说呀，快点！13呢？你说。咦？好，他们俩。一人有奖励吗？没有，他们血亏啊，花了七个啥也不是。还有要购买我们？没有。第二买，第二买是不是10颗呀？5颗，第二名。第二出价嘛，出嘛，5颗一次。6颗。哎不，6颗。6颗，这边已经出了，不能反悔。6颗一次。张桂元，张桂元，杨博别出，别出，挑你们呢。你们快买呀，把七颗什么都不是，你还不如直接就赢了，是吧？杨博文快出啊，杨博文，要不然你们就哎，你别喊，快点儿！杨博，你喊杨博文，3、2、1，出啊，杨博文快出！杨博文快出，不要思考，给钱啊，给钱！我真的心很急焦，封闭了，我是大蝙蝠。OK， 够了。哎，你比我们多一颗，你多一颗，你们是忘了是3颗到第二名，13颗第二名，我们是20，不是我们很快的，我们昨晚已经很快了。第三名有要，1颗，杨博直接出100，1颗一次，两颗，不多，3颗，3颗，我们3颗，3颗一次。我们嘴葵，冤种，不要出了。3颗没人要了，我真的是多傻。哎呀，血亏啊！10颗买了个13，那是他们12，怎么？第4名、第5名有要？没有。为什么要第四名？有什么用？第五名还要买吗？第五名有惩罚了。好，那我们第四名、第五名就流拍了哈，就算流拍。那下一个环节呢？我们这两组就没有任何奖励。对呀、啊，
奖励，什么意思？不要奖励啊！我们现在这个游戏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在下一个游戏环节是有奖励的积分的。他们我说的他买东西是有好处的。好的啊，第四名呢？第四名要拍吗？你们要拍吗？拍呀，张瑞，你出一颗，直接出一颗，出一颗，零颗一次，零颗一次，我出一颗吧，就一颗，出一颗，看你们抠吗？张瑞，你们两颗都有吗？这么抠？我们居然很抠，好抠。好的，那么我们的一二三四五就全部。欢迎来到我们的折耳根环节。哦、太棒了，爽！给钻石四折耳根是吧？吃一个给一个钻石。中午让我们少吃的原因就是这个。吃一个给一个钻石，我疯狂吃。吃一个给一个钻石，我真的是一盘，我这生吞。没关系，这关我擅长。你会吃什么？我是重庆人。折耳根环节可以没有折耳根吗？我们从现在开始省钱。我数数，好，我数数。说一下我们这个环节的规则啊，强制的入场费用呢，收大家十颗钻石。什么？老师，我不爱吃，我吃折耳根还要收钻石？强制买卖，我现在可以下去，我不入场了，我现在走。老师不入场，我们走了。走了，我们要攒钱，已经给大家扣掉了。哎，听一下奖励啊，吃折耳根最快的一组会获得20颗钻石。啊，陈俊明赢定了呀！他们俩好像赢麻了。哇！你们能吃吗？那你吃？我一把就是。可以。我们俩，你分，我们分，就是我们先尝一颗。我不会吃这个。如果好吃的话，我们就疯狂吃。我不是第二个，我们绝对不是第四名、第五名，第一名，今天赢定了，第一名一定的名，第一名，我们两个很久没有赢过。老师，我餐具都准备好了。自带餐具是没有用的，这里有5张卡片，抽取餐具。节目组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餐具。No， 那我们上一轮的福利是什么？哎，问得好，上一轮第一名的福利。在你们吃折耳根吃完之后的那个时间上，我们减10秒钟。啥？十秒？没开玩笑吧？没关系，没关系。10秒太多了，老师，减5秒吧。第二名了，减5秒；第三名了，减2秒。我拼了，我拼了。没关系，他们，好吧，有关系。大家忘掉刚才的减十秒钟啊，我拿错版本了啊。第一名是减20秒。啊！老师太多了，20秒都可以吃2盆了。节目组真好。那第二名呢？第二名就是15秒。哦。第三名10秒，第四名5秒，第五组不减。哎，是谁上一轮还说不稀罕的呀？好的，我们先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开胃零食，这个是不算在大家的计时环节里面的，大家可以品尝一下。你是折耳根吗？来，我们上道具，上菜。好吃哎，辣的，辣条哎，好吃，好吃，这没有折耳根的味道啊，这好吃哎。别人都认为这么好吃啊，这个味道。我们是有筷子的，你们为什么直接就用手抓了呢？因为我们是原神，我羊都抓了。我们不会是吃这个吧？大家擦一擦手，来抽取一会儿需要用到的餐具吧。谁上去？我相信我手气，我手气贼好，你问左下。我耗子是最好，别说我，我耗子是最好的。怎么说？说点不？按排名抽。可以，可以。蒙眼的主人和筷子。蒙眼的主人啊？怎么还有一个主人？他们有蒙眼吃吗？蒙眼。嗯嗯，好。哑铃勺子。我早就看中这一张了，就这张。
牙群啊，牙签都是。牙签怎么扎呀？牙签都是。那你能直接用手吧？你说是哪个？这个，水果叉子。哦，叉子。我运气还是好，水果叉子。哎呀，糖块。对不起。你不是说你手机很好？我手机是很好，太好了。没事没事，到时候玩的时候才能知道哪个更好。哇，好香，好好吃啊，看起来。对不起啊，小智抽到个最难的呢。你搬得动吗？还可以，有点重。这又不重啊，我们你们自己定。小智还想多吃。我可没说，你们把这二根刨开啊。又在开始想那些偷奸耍滑的。如果有一张千层掉到了地上，以至于这张千层不能吃，我们罚食20秒。那我掉了我自己吃。我能吃啊，这怎么不能吃？敢掉我就敢吃，这踩地上我都敢吃，掉厕所我都敢吃，掉厕所马桶里。这地上怎么能不敢吃了？食物多珍贵呀、啊！掉下去就不允许吃了，那么脏。那你要扣没办法，我必须吃。你要扣没办法呀，你不扣吗？你就不掉不就行了吗？不行啊，太好吃了，我得。老师，我们的牙签很容易掉的。对呀、啊。你少扯这些啊！开始吧。来，准备好了吗，小汪？准备好了吗，小汪？你别这么随便说话。准备好了吗，小汪？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小汪？你先吃，算了，我先吃，我先吃吧，你吃，我先吃，我先吃，好，就这样，一计时开始。老师跟我说一下，哎，他们这里折耳根拿走了，你说只要吃丸子行，没让我吃折耳根，那你直接把折耳根给吃。小智他，小智吃不了折耳根，是不是小智？对，我也吃不了折耳根，我的折耳根还能这样？快点，别刮了，已经耗费15秒了，20了，快啊，还没开始吃。我到时候我直接把盘子端起来。哦，我吃这个，我吃，哇，好吃吗？好吃啊，感觉完全是要吐了。啊，我想吃，好想吃，好饿。你吃这儿跟我负责吃豆皮，这我的。老师可以用手拿吗？你有道具你就拿手干嘛？好吃吗？好吃吗？难吃啊，哲哥。不想吃折耳根，这是一种痛苦。好难吃，小智，你用嘴巴去吃，直接去吃，别用。老师点头了，不能这样吧？老师点头了，老师点头了。小智注意衣服。好吃吗，小智？好难吃，继续吃，加油。你怎么不吃了？你个哥哥。哦，好了，上头了。我再，我再吃，你吃。上头，你吃吧。你给我呀！有点，只有水呀！他们折耳根全部……哦，辣哭了，辣哭了，不行了，王俊熙感觉……快点，还有，2分多，我们俩5秒钟吃完。对啊，我们俩那是真的有可能啊！像我们两个这样胃口比较大的，然后特别喜欢川渝这种美食的，好吃。好好吃，有吗？好好吃，你吃了吗？我刚吃了一个折耳根，好好吃。吃了那个生的折耳根，就是对，好好吃。老师拿点水过来，小智要喝水来了。小智辣哭了，真的。老师折耳根必须吃干净吗？我们会有评判标准的。你吃下吧，小智。我最后吃一片哈。我感觉真辣，我吃不了。没事没事，你吃一块就行了。老师他们吃完了，你后面小哥哥。很辣吗？喘过去，沾染喘，给你们。来，吃不下我吃。吃吧，好辣。他们这减15秒没用呢。好吃，但好辣呀。可以了吗？吃完了，要嚼完。嚼完我们就停止计时。3、2、1，嚼。哎呦，吐了，我感觉。喝水吧，帅哥，我把你水给你倒上。好的，4分36秒，来，我们询问一下我们的小智。我第一次吃很好吃，然后后来越来越辣。Spicy 好辣，我辣哭了。但是还好，也不是很辣，只是折耳根太难吃了，我嚼一口爆汁要吐了。
幸好表面那层扫，表面那层扫。我好香。吃完之后嘴巴变成嘟嘟唇，都不用做封唇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他们准备倒了吗？他们准备倒出去。他们准备刚开始刷。三。二一开始，快骗我们的其实进击了几十秒里，哎，能不能我直接吃，快点扫扫，干嘛，为什么都扫掉了，这上面这一层太多了，好，快点快拿快拿。你们不是喜欢吃折耳根吗？对呀，都说喜欢吃折耳根，都不爱吃，都把扫掉，只有我是不爱吃，你们都我也不爱吃，我是真不爱吃。哇，怎么这么快，好吃。一共几层？一共有六层啊。那我直接开酒，我直接吃红酒。啊，六层一人吃三片。好多了。他们会不会一分钟吃完呢？嚼完我们计时停止。还有，好多了。啊，你们怎么到齐？嗯，你们牙签。其实还好，这是豆皮，我们叉子最好。也不一定。对，叉子是最好的，我们叉子。牙签其实也不差。那怎么不继续了？吃完了。吃完了。哦，你们还没嚼完。这么快？两分钟。啊，吃完了。两分十一秒。这样的啊，牙签呢是实际上呢是只给大家一根。一根。老师两根嘛，一人一根。老师一根和两根有区别吗？你们把它掰成两半不就是两根了吗？啊，这么小一根。只有两头。来，准备好，三、二、一，计时开始。哇哇！等一下，我们可以先说一下他。我们可以。你快去关心人家张桂圆拍拍人家的背，这样的话人家他就不会太辣了。你怎么？都去关心一下人家张桂圆和杨博文。没事吧？没事吧你？辣不辣？辣不辣？没事吧，杨博文？杨博文，你没事吧？杨博文，没事吧？辣不辣？这也太恐怖了吧！你这不辣吗？不辣吗？不辣不辣，辣不辣不辣不辣。哦，没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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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超过我们的记录，完了，他们最后一片了。他们脚伸出来也不算。尝一下，慢点，慢点，喝水，喝水。太辣了，不要吃了，快吐出来！哦，你是两个都要贴吗？只要贴一个就行。每个都有，我再买。他们还有两片，没事，还有两片，超不过了已经。谁把那个星星贴那个人的头？你的头上？我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嚼！好厉害！嚼！厉害！掉了！来，我帮你一下吧。真的很好吃，都只有相同的一片啊！哇，加油加油，快吃吧！加油！太牛了，吃那么快，太牛了！你别放进去，太牛了！因为那口没粘。对呀、啊。太牛了，你就能再吃快点，你就更牛了。嚼完了。哇，两分十五，赶紧给大家还在嚼，不要嚼，不要嚼。OK、oh, OK。两分三十一秒。是喂的那个人戴眼罩吗？对啊。啊？喂的那个？啊？喂的那个人戴眼罩。那他们衣服还要吗？不要了，没事。不要了，真的。我不知道。好好好，应该马上就要全是辣椒了。好，来，三二一，计时开始。哇！还有几片？我怎么掉衣服上？哎，慢点，你喝水。掉了。老师，这有没有纸？还有没关系，你勾着。你吃完了吗？你要再来一片吗？还有几片？你能告诉我吗？你不能。你刚吃了几片？我能看得到你笔的数字吗？你别问了。什么？你别问。又掉了，又掉了。算了。现在也没关系。你还能吃吗？是不是？那我们俩换。喝水，随便。喝水。水。那我们俩换，我能吃一片，你还能再吃一片，我一共就剩了一片，多少秒了呀？吃两片了。好，那我们俩换。你能吃辣吗？我不怎么能吃，但是我能吃。对，那再往上面一点，往前面一点，哎，往这边一点，哎，往右边一点 ，OK。等，过了吗？嗯，够 ，OK 了 ，OK。你是啥？
2分45秒，掉了两块，一块罚时20秒的话，加起来就是3分25秒。总共拿到了最后一名，他们4分多钟的，我们就是最快的，好不好？来，我们最后一组，这是水果叉子、啊，这是水果叉子、啊，没问题啊。这个牙签有什么区别？这是吃西瓜的那个啊，就这个呀、啊。这个比牙签好一点吗？来，3、2、1，计时开始。加油哦！我先吃一片吧。吃，直接吃，直接吃。它不扫哎、欸，太棒了，受不了，受不了。哇，王浩这个，啊，我有点吃了，看到我。好吃。好辣呀，好辣啊！开始辣了，我们就知道。开始辣了，不要太自信。我才发现原来我能吃辣。等一下，你插不起来了啊。可以吧？那么快就没了？哇塞，好快呀！他们多好，现在1分20。1分29秒。我天！好辣。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啊？他们喜欢吃，没事。等一下，好辣，不行，好辣。老师能来点冰水吗？来采访一下大家，吃完折耳根千层的感受。好吃，多吃，爱吃，还不是很难吃。其实挺好吃，挺好吃的，很独特的，也很辣。只是折耳根的味道太难吃。还勉强可以下咽，我现在后劲非常的大，我的胃一直在翻滚。所以跟北京豆汁那个好喝啊？我说跟北京豆汁那个。你这个肯定北京豆汁很难喝呀、啊，这个其实挺好吃的。这啥呀？你也有秘密吗？那你为什么会说你有这个？等一下，不会每个人都有吧？哎呀，好了，上班了。上班了，今天就是有很多的舞蹈课啊。咱们今天就是不日了。对不起，有点懵了。怎么说呢？今天抱着必死的心态来上课。啊。然后就是，反正就加油吧，上班吧，别多说了。谢谢。啊。Hello, 大家好，今天又是要上班了，然后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早上体能课，那感觉挺好的，但主要是个人有点小感冒，感觉体能状态也不佳，这样吧，来，嗨，上班了，对，然后今天昨天还不来，因为他去拔牙。快开门。好，拜拜。嗯哼。不理解。哎呦，还是紧张。啊！哎呦，紧张。偷拍警告。紧张好。Thank you.
7, 8, 9, 10,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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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三一，啊，一，二，三，闭拢耳朵打开。一口气把它做完，我就一口气把它做完。之前我还休息了十秒钟、十分钟、十个小时。你看啊，第二个是跳音哈、啊。我学会了，那个是张涵瑞还是张涵瑞？张涵瑞。张涵瑞。不能说瑞，要说瑞。瑞。瑞都是 Z。Z Z U I 瑞。瑞。张涵瑞啊，感谢张涵瑞。这是川普，然后重庆方言就是方言完全化的，那就是张涵瑞。张涵瑞。哎。嗯，好，我知道了，接着再来一遍。我觉得重庆话应该是最好学的吧。我没事，我回来学一下，我报班去。那个。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为早痛。你在泪流，你只紧抱我，小声地说。沿着的夏日，一丝凉。
只怕再问，对彼此都太残忍。我能感觉另外一个人，我等，等笑容换成泪痕，爱在崩溃的时候比较真。不好控制，很多人觉得高音很难，其实高音练的轻松一点。主要是，哎呀，对于我来说难，主要是你词儿啊，啊，你词儿了？不词，你不是上你这上你上次叫你搞个词儿吗？搞什么词？就歌词啊。搞什么歌词？你不是写的歌词了？然后我们后面看要不要，要不要怎么样？没时间呐、啊。但现在我跟你说，现在你在吉他上面，我是跟你这么规，跟你规划，哎、你就我们就练那种情绪，就不以难度为准。冬天的离开。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一次安排。这正常点，你不要着急啊，你们都能按响。好了呀，把我的卡洛斯脱了。你帅你怕啥？你上台一个 C 和弦，下面粉丝开始尖叫了，已经。你上去那种灯光。哎，我刚刚说安响了呀。破响破响，你给你模仿一下。你到时候就是这种，你上台，桌面漆黑，一束光打在你脸上，然后你一个 C 和弦这样，一个键盘键。现在先开始沸腾了，来，咱们看这个，这儿，这儿，它在这儿啊，看没？再靠过来点啊，别怕啊，别靠过来，极限靠近住。哎，再来，好，换下一个，然后 D， 好，爬音，换中指过去，对，找到中指扣上去，哎，对，就这样啊。对，你看这个动作啊。这个靠过再靠过来的啊，这个再靠过来的，这些也要靠近品柱了，看到没有？挺牛的啊，挺牛的啊！你这个不像一个新手在哼啊，但是一上这个转换速度就暴露了，是一个新手。其中中指是这个？是啊，这个这。哇，很好，再来啊！刚才还是往那边再倾斜，再来下一个。哇。看看刚才还想了一个了，看看，哎，这都进步啊！你要是来年前都把这搞定了，无敌了，我跟你说。换，因为你现在是几个弟弟里面最小的一个，你这手小，你要吃点亏。但是王浩更吃亏，你知道为什么吗？练的时间少。他没时间练了，他都没时间练，他不吃亏吃大发了啊！但是王浩他的音色是你们几个里面最有感染力的，他都自带哭腔。
就来上一节街舞课。这节街舞课呢，我没练街舞功，没练基本功，就只学了一支舞。这支舞反正我觉得挺有特色的，以后应该也有机会给大家展示了。然后明天呢，就还是上声乐课和钢琴课，还是主要想练一练钢琴，因为这回我就是钢琴基本功呢，我现在加速还是会错音，并且是经常的错音，就说明还是练得不够扎实，还得反复的练，反复的练。我们学校的艺术节又快到了，然后我报了一个项目，还是舞蹈嘛，就跟同学们一块跳一个串烧，我就在最后跳红豆，就希望到时候能跳好一些吧。对，好，继续先，拜拜。然后考核在不久前也结束了，就是然后我发现我的绕口令已经有很久没练，就是然后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要每天练一条，今天练了两条，今天练了两条，然后现在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命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再来一遍，等一下。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命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好，下一条。北边坡上白家婆婆，家里养着八十八只白斑鸠。北边坡下裴家伯伯，门口种着八十八棵枇杷树。白家婆婆八十八只白斑鸠，啄了裴家伯伯八十八棵枇杷果。裴家伯伯八十八棵枇杷树，怕了白家婆婆八十八只白斑鸠。这样用这个绕口令呢，用来练咬字发音，对。然后也是大家监督我练吧，等到学有所成的时候，给大家再给大家反馈。然后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心情就是很悲伤啊，没有希望的感觉，就是然后没有很多人喜欢他的画，也太悲伤，没有希望。然后他的弟弟告诉他，他改变他的自己的风格，他是怎么画，所以他通过他之前的画，他通过他之前的画研究他的那些颜色是怎么样开心啊，怎么样有希望的感觉，然后他就改了一改，就之前很深嘛。把它改一改，亮一点，然后就是像这种的亮的颜色，然后感觉会有希望的感觉，就是有希望，然后就颜色很亮，开心，然后就他开始就是改变了他自己的风格，但他还是偶尔会表现他的自己的感受，然后偶尔会画一画悲伤的，偶尔会画画希望。
张桑，咱们来读一下这一段哈。好的。¿Qué animales ves todos los días? ¿Ves ardillas? ¿Ves pájaros? ¿Qué sentirías si esos animales desaparecieran para siempre? ¿Los extrañarías? Muy bien. 继续读。Una gran cantidad de animales están en peligro. Podrían desaparecer o nunca más vivir en la tierra. Estos animales se extinguirían. Xia Chen, 你期待左西安给你做的寿司吗？我不期待。你给他定制下食材啊。虾，但是我都不爱吃。虾，虾，虾，和汪正熙的口味很相似。嗯。你要用我的饭还是用你的饭？用我。好的。有多好吃吗？就是用。干嘛呀？快点进来吃吃手撕。这么多饭一口够了吗？够了。他怎么又开始做这个了？因为这是就是吃了会死。你信他都是这种食材？不会穿，我跟你讲，那是要一个地道。这是什么？好吃吗？是不是有一种不一样的风味？是不是跟正常吃饭不太一样，对不对？你觉得哪个更丑？我要吃你的。你觉得哪个更丑？你如果觉得我这边丑，你就举这边手；你觉得那边丑，就举那边手。5、4、3、2、1 Yeah， 我连胜了，我全部都选择他，不就很好看吗？就这样点，就是点一个亮。不在身上的。没关系。OK。为什么？你的腿娃娃为什么能一天一撒？因为我是ins。它颜色用的多。你的鬼娃娃为什么可以连？细节多了。我的ins风比较还是能ins一下。OK。但是我深信觉得我的好看。OK， 不管他。等下一位来选吧。不过我居然还是赢了。欢迎